你没事吧，小伙子？老板，啊，不能给口水，你等一下。不要紧，一口水不要紧。 都给我精神点，买卖上门了。廖军，你留下看家，其他人跟我一起出任务。有任务啊？那还是我跟你们一起去吧。我男人笨，让他留下来看家。你会发报吗？不会发报，你跟我去有个屁用！ 家伙拿好。哎，您放心。老三，你也别去了，留下来陪他看家。是。也好。等等，跟我走后门。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我们俩现在是夫妻，要是被他们发现我们不同床，就会露馅，这是生死的问题。那紫密在哪儿？您现在交给我吧。你挺着急呀。会玩吗？